星星般开你，我惊讶莫名，为何会开花写花你的。你会认得我的，大小姐，你清醒起来啊！既然你无爱我，为啥要阁骗我的感情，阁骗我的钱？你敢知影一个人伫咧桥头等无人以后的日子，我是安怎过的？你害唔那是我一个，还阁有云芳，你哪听？你害三个亲眷害你的查某人，你的良心到底是伫倒的？对我，我知，我知影我无良心，我低狗不如。你怕我好，假使你怕我，会当消除你心内怨恨，做你怕。我留只坐啦，吼，我看一下。来，你好，你拣我呀？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这块布吼，一尺五角，啊，你要买一长五尺，安尼拄啊好是七块半，会用的嘛，吼。英秋，啊，这块布提包起来，进来。是。来，多谢你哈。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别怕。阿娘，你来来。遐坐遐坐。阿娘，你来。丽华，你失信一段时间，你敢知影？阿娘为着你流偌济目屎。阿娘，是我不好，和你伫遐烦恼。阿娘，大姐已经好啊，你应该欢喜才对啊。阿娘，应该欢喜，袂用我好，对啊，应该欢喜，你好，哈，你嘛袂用好，好。大姐，老实讲，这一年来，这个家我勉强甲还掉的，我才知影讲，较早你咧还家确实无简单，我知影你的艰苦啊。细话。要换一个家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你跟乔乔的代志，阿娘拢跟我讲啊。大娘哥的小病好啊，安尼以后大家都要为大娘哥的代志，哈尼啊无用，哈尼啊超烦啊啦。好啊啦。金浩，大娘哥，林家以后都要靠你哦。你这马讲这话的意思，唔就是我给大家惹真济麻烦。大娘哥，啊我无迄意思，你哪就安尼想呢？金凤啊，丽华平常才好啊，你一定爱跟伊担心。就是讲嘛，大小奶奶，大小姐的病拄好尔，嘛小可让一下。建秋，你给我点去。你想讲大娘哥的病好啊，
你得有靠山。金凤，我跟你讲，林家以后是向你做主，也搁唔知咧。金凤，那林家的困难也未解决，你别跟我大姐收钱啊，好不？夏娜。翠华，你拄才讲迄话的意思，是不是厝内底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怪我，怪我无小心，造成你失败，欠人40,000。40,000？你哪这么无细腻啦？丽华，这嘛袂用怪翠华，这嘛上重要的，咱得赶紧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！老夫人，小华，大小姐，你病好啊？是啊，你看好好徛伫遮，真意外是无？玫瑰，我大姐拄啊才好啦，安尼真好啊！我的病已经好啊，当然啊，会用减轻你的罪恶感嘛，敢毋是咧？大小姐，啊，过去拢过去啊！我希望你莫阁想起以前痛苦的代志，好不？阿娘，咱先来转。行。小姐啊。玉桂，阮大姐讲话，若有得罪的所在，恁通见怪。袂啦，老实讲，感情的代志是无法度勉强的。是啊，讲是真简单，做起来是真困难。你甲我毋是拢同款。是甚物人要甲你安怎弄？你甲娘讲咯，娘绝对替你排解咯。威严，倒去啦，倒去啦。倒来，你讲，到底甚物代志咯？我甲你讲啦，秀兰姐在经理姐啦，讲要甲我申请啦。拜托，小替我动者，替我动者哈。啊，不过恁啊，即摆是咧煮菜咯，恁人客当咧等恁啊出菜咯。甚物在等出菜？等你出菜，我就出人命啦。好啦好啦，啊文啊哦，这工过暂时先等下啦。啊是讲吼，你甲阿段啊这段算是好姻缘呐。你若去甲你动起来，两个会切火烧咯，拆散人的姻缘咯，所以你爱补偿两个咯。是要安怎补偿呐？你若感觉讲一世人就是钱上好了，用钱补偿两个咯。你真是是足爱钱的咧。啊，我知啦。哎，甲你算安尼就好。5元。加遐俗，50元咯。啥？50元？对咯，本来唔抬咯。这人哦，带枪带耍，真哦。这红人啊，啊不过唔只好耍，这敢好？阿段咯，恭喜咯！为着你要甲阿国啊成亲，你伫咧敬好日咯。对啦，啊我都吼食足大汉咯，阿捌结过婚啦，阿那想讲吼要找一个好日子讨甲阿国啊成亲啦。哦。啊你看哦，啊这吼红字啊拢无抢嘛无煞，你看安怎？嗯，这个面脉拢总是红字的咯，会使你嫁娶，佫会使你哦，嘛会当安床做灶咯。也唔过，无好咯，这个你看下边有三字五字咯，叫做多点字。啊，什么叫做多点字啦？多点字就是意思讲哦，你若是经这个日子，甲阿公两个成亲者，恁两个其中有一个会受伤咯。啊，他们安怎？不找吼？好啦好啦，好狠啊！唔是抢就刷，不如多点字。啊，有啊有啊，搁一个。来，这嘛是红字。
这间真好，真好，这间拢红字咯，会当嫁娶咯，哇，会当安床咯，做桥拢会善用咯。不过，无好咯。是啥物啦？哪有啦？天狗煞咯。哎呦，是啥物？做天狗煞啦？意思就是讲，恁若经浙江甲阿国个两个成亲者，迄去煞到天狗咯，迄无好咯。哎呦，但是要安怎啦？阿国啊，你真济啦！你安尼结婚，明时间我家一个人要嫁的，啊你安尼叫我，我敢若无输人嘞？今仔现只好日子哦，咱两个头紧相亲啦，去看啦。好了好了，我。我，这嘛红日六月七日，六六大顺。无好咯，六六大顺咯，这款的代志对生意人来讲较好咯。恁两个是要成亲的咯，你无听人伫咧讲，六月七日断肠时咯。你若是甲阿公两个成亲咯，等于阿公是全部大子咯。啊，若是别人是会当坐金交椅咯，但是恁两个八字甲恁合起来咯，你迄天啊会坐定椅咯。坐定椅？是啥物做坐定椅啊？意思就是讲，迄椅啊若发定啊，你坐到时阵是真疼无好咯。啊，变安怎啊？你拢无日子，啊唔着。没有紧啦，下六个月。对，这个月看无看后个月，后个月若是搁看无看明年咯，明年看无看后年咯。啊，断了，你人甲你看起来这么好笑咯，你绝对真好命咯，你会长火烧咯，豆豆紧，没有紧咯。哦，看，恁啊厨房真无用，吼，恁要来去咯。讲啥啦？小团子，臭蛋讲啊，对头对头啦。什么是对人对人？伊安一支嘴好锐利，乌白讲啊，讲啊，我一个心肝安尼乱糟糟安尼，我都唔相信吼，找无一个好日子讨咱两个结婚啦！哼，我偏偏啊要来去土地公庙啊，找迄个上出名的小通天啦，啊，将咱两个八字啊，甲下下哦，找一个好日子哦，让咱两个较紧成亲啦！对啦，我吼先煞来去吼，甲玉玉讲这好消息啦！真妥当啊你！哎呦，俺着加载两个会晓求了紧咯，要若无这些怎啊，互你放落去咯？真妥当啊你！啊你摕我50块，话讲一半就做你走？哎，歹势咯，俺伫小明湾的薪水一个月是50块咯，俺替你甲阿端咯，当这个婚姻当一个月咯，甲伊摕50块无可行咯。真妥当啊！你摕我钱财，无摕我消灾。一个月了后，秀团你赶快要甲我申请，到时我是要怎才好啦？只害我啦！没有紧咯，听甲阿端后个月若是出什么招数出来，俺也赶快会阁出来甲动。但是都爱看你的薪水算偌济咯。你哦，你无彩，咱是兄弟嘞，你竟然讲这款话，我真正是目睭过着喇叭啦我。你无听人伫咧讲，人亲情顶性命咯，有钱使鬼的下无咯。你啊！哦，你啊，即摆住伫这间小民院真妥当咯。我真正是替杨飞足烦恼的，到即马，秦美姐还阁是无法度介绍你。我感觉对杨飞真歹势，以前我有困难，伊甲我斗相共真多，但不过今仔日伊有困难，我反倒煞无得甲斗相共。啊，小华，咱即马会来找阿娘，不一定阿娘应该杨飞斗相共啊。安尼嘛好，来。哎。小团子啊，阿哥，阿妈，你要出去哦？啊，无啦，来你坐啊。哎呦，免坐啊啦！今日哦，我是要来给你讲一个好消息的啦。团子啊，啊是啥物好消息啦？准备跟恁讲哦，我要跟阿哥啊成亲啊啦。阿哥，真实的。小台姐啊，恭喜你哦！这唔免恭喜，日子也未定好啦，也未决定。你是你乱讲啥啦？我会伫上紧的时间内啊，找一好日子哦，将咱的婚事办办的啦。时间哦，你一定要来啉喜酒的哦。哎呀，我甲小华一定会到的啦。
上好是迄红包啊，包较大包的，看会当包几百块啊袂？你是讲啥？现在包大包啊？啊，是的啦，我是讲算笑的啦，你莫无欢喜啦。不是啦，秀团姐，是我家己甲人做生意，无法度准时交货，爱赔人40000块，甲恁两个先生无关系啦。是什么皇帝生意还赔到40000块？要吓死人啊！是一间日本株式会社甲我订一批货，我无法度准时交货，所以爱赔人40000块。等等，你讲的敢是立新株式会社？社长是上田静川上，对啊，你拜伊啊？伊就是我头家，我伫遐吃头路，我当然嘛拜伊。我甲你讲哦，阮头家哦做生意哦是真硬哦，真歹溜啦。是讲你哪会甲伊参这份合约啦？哎呦，阿公啊，迄是啥物社长啊？对人遐尼啊歹，遐尼啊歹心。我甲你讲哦。我不准你啊！你过去爱食头路。啊，不准我去食头路是要创啥？楼顶几大囡仔，洗碗还是走道？啊，等你就得要甲我澄清啊！你烦烦了，这要创啥啦？啊，你嘛甲拜托好无？等你两人面头前哦，我是歹势讲啊，你哦，啊，你是着足戆的啦！啊，我若无楼顶要继续食头路，我是要安怎替世华做代言？对吼，啊，即马吼，就算讲我甲讲，啊你较巧，啊你毋着用的啊。好好啊，莫再出口啊，人有代志要无用，你莫甲人搅扰。啊对吼，啊拄则恁两个要出去，啊恁是要去倒位啦？我要去找阮阿娘，我要甲讲，我已经找到甜蜜姐啊啦。真是的哦，这哦真重要啦，紧嘞，紧去啦。我已经找到你了，现在你个性拢变了，甲咱做伙时阵的气味拢无同款。我送你的香花袋啊，唔知你还有挂在身躯无？买菜时，伊毋是咧陪你。小姐啥？我咪可小姐回来啊？哥。小姐回来啊啦！小姐，小姐还是走倒啊？好姐嘛，习惯啦。是个小姐。若毋是今仔就看到，我是毋敢相信讲，因两个生得真个同款。是嘛？你就是富碧块的未婚夫，小姐嫂，我是要来找富碧块小姐的，麻烦你请伊出来。林世华，这位是我丈母。小姐嫂，富碧块小姐。有可能是我18年前分予别人的查某囝，我希望会当甲伊见面。真歹势，伊无得哩。这，就算我伊爹，我也袂予恁见面。社长，林世华，
你钱若存好，才来会社找我。这是我住的所在，莫来这搞交流。好酒啊，送伊出去。是，谢教授，你真是这么无公正理。哪里看起来，不是胡美国小姐无爱教阮少年，是你来主动伊对无？我唔知你咧讲啥，胡美国是我的未婚妻，伊爸母已经过身去，伊是真单纯的查某囡仔，绝对无遐尼复杂的心事。你莫想要底下搬戏我看。阿雄，赶紧挂出去，我无想要看到伊。是。夏教授，夏教授，夏。阿娘，咱先来走。看到知影，不是简单的人物啦。啊，是讲，经理心肝内到底是咧想啥啦？燕飞这么好的查甫人，伊唔好好阿爸，偏偏阿要去对迄款查甫人，敢嘛是经理贪着人有钱有势？袂啦，阿娘，假使迄个胡美可若是我的相识阿姊，伊就绝对唔是迄款爱喜花的查某囡仔。而且我前几天甲伊斗阵的时阵。我发现伊的个性是真热情，佮真爱打抱不平。假使伊若是知影我今仔去找伊，伊是一定会出来见我的。对啦，阿娘，玉花讲的无唔对。拄则你嘛有看到啊，是郑川坚持唔予你入去见伊，唔是伊搬出来见你啊。是啊。郑总讲今仔日是庆美无愿意甲我见面哦，我嘛无话通讲，想叫我生伊无请伊。阿哥哦，我是替燕飞打抱不平，目睭唔得的啦。你看燕飞费尽苦心，安尼千里迢迢走来咧找庆美呢，啊，即马找到啊，是够安怎啦？庆美唔是同款无爱甲伊相认。哎，头家啊，借问一下吼，恁家是毋是有一个叫做谢燕飞的？哦，有啊。啊，不过伊即马无伫哦，出去了哦。啊，无啦，你先去个房间等好。好啊。哎，啊我呐，你先带这位小姐去谢大爷个房间啦。麻烦你对我来，多谢你哈。哎，这日本布啊，哪遐面色啊？啊，你请小姐坐，谢大爷你们都等来哦。啊，多谢你哈。你哪生啊？你要惨情？这不是我的微商，估计是庆美的优惠袋啊。烟灰袋啊！敢讲我真正是谢烟灰的未婚妻？那呢？我想做一点点印象都无。谢大爷，你回来啊！谢大爷，大爷，有一个日本小姐要找你呢。啊，着较早你提迄张画像给我看，讲要找恁某，啊，迄个查某足像恁某的呢。金美，啊，即摆让你倒，啊，我着叫伊踮在你的房间等啊。大爷，多谢你啊！不要。金美，你真是来找我啊！你是不是想起来，所以才来找我，要来跟我相认对吧？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！金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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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
是安怎你敢这条条哈？那个那个走好不好？啊！你来找我，就表示你有想起什么，对吗？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把代志讲清楚，好不？我跟你无什么好讲的啦。我刚才知影，你是一个好人，你找你的离婚车，找到真着急。徐工，你哪能确定我就是你的离婚车啊？你是，你就是秦美，我已经确定，你绝对是秦美。啊！头拄仔你伫路上，我看到前面有卫生，家己也上去睇啊。那个，那个，你的面膜，家己的个性，那个，那个，你介意物件，甲前面拢一模一样。只是，我唔知啊，你是安怎唔肯认我？那安尼，是安怎？我对伊一点仔印象拢无。你我记伫内底，敢若只听话，爱我未婚夫，兄弟进川娘。我无可能是你的未婚妻啦！是安那玉玉已经跟你讲过，我搁跟你讲遐济，讲啊遐尼清楚，啊你就是唔肯认我。拜托，拜托，你搁进入上看嘛，好不好？你跟我 Q 条条啦！金碧，你听我讲好无？啊，是当初的时阵啦，咱离离婚啦！传落啊！你是不是要先用？我们哥还要回来，我敢吃会落心？Thank you.
自从你失去记忆了以后，三年来，你的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而已。你把我当作最亲的人，我也是全心全意来对待你。敢讲，我真的是爱着胡美国。你看，你的脚受伤到遐尔厉害，到即嘛是要安怎啦？那阿姨，你给我看啦。你这个动物，你起来要创啥？起来啦！我不是欠米，我是胡美可。你是到底要讲几遍？你才要相信我？好。不管是欠米还是胡美可，啊，不过我有真侪疑问想要知影。你给我讲好不好？好啦，你若要知影，我就讲给你听啦。静川跟我讲，我的爸母真早就去日本啦。我自细汉是咧日本大汉的。静川，伊是阮阿爹的学生，阮两个人相爱，定亲。伊是讲爸母过身，才做伙来台湾的。这就是我的故事啊。不是安尼啦，不是安尼，但是不是安尼啦。一长山，咱住伫同一个枕头啊。迄个时阵，我甲静川是你宝三兄弟，我两个同齐爱着你，啊你选我，咱结婚了后，想要来台湾发展，啊在罗宁拄着土匪，咱才分开的，但是是安尼啊？不是安尼，你何白讲的？甜蜜啊，我讲的拢是事实，你再相信我。你何白讲啊？我甜蜜啊，啊你叫土匪来去，啊到底是安怎？而且发生什么代志，全然对我一点仔印象都无。我对你无印象是正常，我对你有印象就是无正常的啦。肯咪，哎呀啦，遐尼晚，我已经出来几工啊，见出一点就烦恼。我别来等你，你家己较保重的吼。肯咪，哎呦，啊你是电线被创啥啦？先扶你来就够讲啊！我扶你来吧。受伤拢是我害，我哪应该放在遮，做我回去。已经三更半暝啊，我哥哥未回来，你总是爱有所在通去啊，爹干嘛给？伊阁是会想的，我会记你有甲我讲过，你讲我爸母早都已经过身啊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啊，不过是安怎？因一个一个拢甲我讲。我是叫叫乡下大姐，阿姑，阿姑，迄个谢英辉又讲，我是伊的未婚妻。敢讲？你去找伊啊？歹势吼，先生，恁是要带暝哦？恁家有带一位唐山来，细声查甫人无？哦，你是讲唐山来迄个女布衫谢银辉哦？有啦，伊住几号房？
爱住三控药房啊。先生，先生，你唔免去找啦，伊即摆无伫个啦，啊，就是时吼，坐日本包来找伊，啊，唔知发生啥代志，就接出去，到即摆还袂转来。夏云辉，果然是你把胡美国抓走。别来开门！啥人啦？你啥人啦？叫阿哥出来。无啊！你啥物啦？三更半夜来找哪讲？创啥物啦？阿哥，小弟啊，这里阿妈来叫你创啥？小等小等，阿哥啊！啊，伊就是你讲的，迄个海景部这个社长啊。迄人哦，身材阁袂歹看，啊，真啊啥穿穿的，嘛真飘撇呢。啊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做代志哪精神的啦？迄生理明明就是两万块，你是安怎？硬要阁共压两万块，这种钱你也赚会落去啊？这代志你莫插啊，今日去困啊。社长，阿哥，你找夏云辉，已经好大胆，甲拐走胡美国。啊？你讲啥？夏大哥甲你无缘车拐走，这哪有可能啊？我带去旅社找过伊，旅社人讲，应该是夏云辉甲胡美国带走的，应该是好朋友。你去找回来。阿哥啊，你别去哦，我唔准你去。阿哥啊，你若想要继续走我的头路，应该安怎做？你家己知影。你先顶去困啊，我要出来啦。哎，小等的啦，我唔准你去就是唔准你去啊，无你是听伊的，是听我的啦。我唔是惊社长啦，我是烦恼小龙哥的安全。伊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我一定爱去啦。你让阮来去，叫人母子出来啦。哎呦，小姐，你若一出去哦，都唔知哪个转来。你敢知影社长上个是烦恼到要死呢？哎呦，你若讲唔转来，我会叫社长人顶死啦。王金宝，小队长，小队长没？阿妹，你，小队长，你唔能够甲阿妈啦。敢讲夏云辉，一定要胡美国抓走。就算讲恁这个铁皮还讲，我要甲你俩等啊！少爷，小大哥，伊敢有来家？云辉，云辉，不是跟你到恁大陆去啊？就阮社长讲，小大哥带走伊未来的夫人啦。哦，夏云辉带走人下埔，那这样不是头一摆啊？细话上了解，敢不是？金宝，夏大爷哪有可能做这种代志？既然恁拢唔知影，无我去别位找啦。歹势，交药吼，歹势歹势。你倒了啊！
团的，你退休啦？啊，我。你知影，可能是工作发炎啦，啊，所以规个人拢在发烧，啊，为着要照顾你，害我规暝拢无回去。你照顾我几晚哦？啊？天啦，嗯，只是我伫枕仔头，甲你套一碗糜，你看个恁两，安尼较元气哦。天明，你是不是愿意跟我相认啊？啊？我是要跟你相认啥啦？小大爷，我人来照顾你，是因为做人的礼物甲责任，你唔通误会我啦。不管你是安怎想啊，阿哥，我也是爱感激，昨我跋烧烧，若不是安尼哦，咱就无法度做伙食啦。啊，无得啊，这就是天命，哦。我唔知影你在讲啥啦，我干阿知影，我为着照顾你，我规暗拢无转去，冰川一定足烦恼的。你赶紧甲去我卖店里面，我头好送你转去啦。我真正想拢无咧，迄晋川哦，是安怎甲你掏神经，互你甘愿放弃咱两个这一年来感情都唔肯认我？不过，看你遐尔着急，要转去晋川遐，我知影，我即马甲你讲啥，你拢听袂落去。好啦，你若要走，啊，你就做你走，我无会通讲。啊，你们是要走？真心等待你，无日也无眠，为何花开花谢花离？